360度，2米12的中锋跑起来，篮板之后的大回环，又得了一个49分。1997年开始 ，CBA 全明星赛设立扣篮大赛，辽宁队的外援詹姆斯独揽了前三届扣篮大赛的冠军。1999年，王治郅和姚明曾一起挑战詹姆斯，却仍没能阻止他的三连冠。直到2000年的全明星赛，当时确实因为咱们的身体素质，包括什么跟黑人比还有差距吧，我们是希望那个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吧。当时也确实比较年轻吧，脚啊腿啊伤病没有那么多。但很幸运的是，最后好像那个詹姆斯那球没扣进，还是怎么着的，然后就也是侥幸吧，赢了一次。所以这样应该说王治郅的机会更大了，王治郅比较成功的把这球扣进去，对，把球扣进去。2米12的中锋跑起来，好球！那也是中路起跳以后单手往里一扣。大致还有一次机会，那么这次助跑的距离更长了，还是跑。这个助跑比刚才还要远一点，就是它起跳点还是远一点。对，但是那时确实也尽自己全力了吧，但是确实没有人家那些能踩罚球线的跳得这么高吧。接下来出场的是广东宏远的小将易建联，他在昨天呢是获得了92分，打板接扣。2004年的扣篮大赛，当时还只有17岁的易建联首次参赛，不过第一扣由于身高的原因，他只得到了46分。是来临个360度，评委给了满分50分，易建联呢得到了96分，这比他昨天呢又进了一步。由于两名参赛的外援罗德和杰米尔在扣篮中都出现了失误，所以能够跟易建联竞争扣篮大赛冠军的，就是后来的三届扣篮王胡光。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陕西盖天里的胡光。现在我回想啊，在那个年纪肯定是有压力，但是可能斗志更足一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包括外援在内，我们现在回头看啊，确实也没有说的在这方面有特别突出的一个表现的这个类型吧。在2002年，文斯卡特到北京进行活动的时候，曾经是力点胡光成为扣篮冠军，因为胡光呢是可以做卡特底线。篮板之后的大回环，果然是这个动作，他已经得到了49分。这个记忆还是有，但是今天怎么回忆起来呢？可能对自己多多少少的吧，可能这个不是特别满意。我记着当时我最后参加决赛的动作啊，是一个在篮板后面的转体踏空车扣篮，然后还有一个是空中接力的反身扣篮。这两个动作在我个人平时训练的时候可能完成度要比当时在比赛的时候就是做出来那个动作的舒展性啊和完成度要更高一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和自己对比啊。来看胡光这第二次扣篮，背扣非常的漂亮，10分9分，又得了一个49分，最后的分数是98分。在得到自己的第一个扣篮大赛冠军后，胡光一发不可收拾，连续3年蝉联 CBA 全明星扣篮大赛冠军。现在镜头对准了上届的冠军，来自陕西独胜的胡光，对，他平时是姚先生。现在大家都感觉漂亮，这是卡特的 NBA 扣篮。我记得有一个也是参加的决赛的时候，有一个背身扣篮，背身拉杆扣篮。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动作可能是我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除了精彩的扣篮大赛，三分和技巧挑战赛同样是全明星赛密不可分的一部分。1996至97赛季 ，CBA 首次将全明星赛扩展为全明星周末，首届三分大赛也就此开始。而首个国产三分王是1998年全明星周末上的原81队球员
张劲松。因为那时候反正自己没有太去注重这个东西啊、只是说是像和球迷互动呀，或者是这个参加明星赛一个活动一个环节啊、没有说太去在意这个东西。获得 CBA 全明星三分王次数最多的是被称为小李飞刀的李楠，他曾三次夺冠，而三分大赛的得分记录是曾两次获得三分王的朱芳雨在2005年创造的。在满分30分的三分大赛里，他得到了25分。我也没想到就是说会就是说投出这个记录，但是以当时自己的这个状态跟信心，包括就是对这个三分球赛的规则也好，就是你有很多你要掌握好时间你的节奏，然后这一方面我觉得第三年是最成熟的一年吧，就所以各方面包括对于这个卫冕来说，自己也是非常想去卫冕，所以在这个比赛里面的这个取胜的这个欲望会更加强烈，所以也投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首届 CBA 全明星技巧大赛是在2006年举行的，北京队的张云松在比赛中以23.2秒夺得首冠。对，当时那几个对手也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有我，有刘伟，有胡雪峰，有吕晓明，那我们四个，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国家队的，队友吧，啊，那应该说是，几名都是在 CBA 联赛当中发挥的最出色的球员，然后大家就是等于就是一边做一边了解。我记得我当时拿冠军好像也是因为，每一个项目都完成的比较顺利，几乎都是一次过关，所以最终也是摘得了这个第一个技巧大赛的冠军吧。技巧大赛的用时记录是2008年韩硕所创造的22.93秒。看完了全明星的单项挑战赛之后，我们再来跟随着王治郅的回忆，一起回忆那些年他所经历过的全明星正赛。是来了一个360度2米12的中锋，跑起来，篮板之后的大回环，又得了一个49分。1995-96赛季被称为 CBA 元年，也正是那个赛季 CBA 全明星赛第一次与球迷见面。当时年仅19岁的王治郅也出现在了全明星的赛场上，而自此开始，只要大治在 CBA 征战的赛季，就从未缺席过全明星的比赛。当时那个第一年，那个甲 A 联赛，然后那时候参加，那时候毕竟年龄还小吧，参加只是觉得一个好玩，然后那时候都在赛季结束才办全明星赛嘛，然后参加一个这样的比赛，然后让大家放松放松，然后也可以认识一些老的球员啊什么，因为平时都在其他队嘛，这样的可以在一个队，而且还有一些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让大家感觉到挺快乐的吧。这是本赛季的最有价值球员。2000年的全明星是王治郅远赴 NBA 之前参加的最后一次 CBA 全明星赛。那个赛季的大治集 CBA 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和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于一身，又在全明星赛上斩获全明星最有价值球员和扣篮大赛冠军，可谓如日中天。当时我记得那届是在成都。在四川，就现在的四川队主场嘛，在四川省体育馆。那当时感觉在那个馆，有时候当运动员也有这种感觉，有的馆你感觉进去以后就相当于有那种魔力的感觉，怎么投怎么进吧。那天的感觉确实也感觉挺好，怎么投都怎么进。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当时也是一个手机品牌赞助嘛，就是那种当时推出的那种手机是那种滑盖的。然后把一推金属壳的，我就不说是什么，但是一般老的那个3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但是那时确实也是算最先进的那个手机，一个是全明星赛他赞助的，然后再加上一个扣篮大赛他赞助的。当时比赛完了挣了2个手机，当时手机觉得还是个奢侈品啊，但是没像现在那么普及。
2001年的全明星赛举办时，王治郅已经身在 NBA， 但他却用另一种方式参加了 CBA 的全明星赛。当时也是一个公益活动吧，我记得，然后因为当时到不了现场嘛，因为当时打完了都已经3月底了吧，我4月初去的嘛，然后他那比赛也是，那时候明星赛都安排在赛季结束嘛，所以那时候也没法在那儿那个等，所以就是委托那个大姚，然后把这个东西送给那个一个小球迷吧。现在是姚明和一个孤儿学院的一个小朋友的单场。刚才介绍的是王治郅的一件运动服，对，要赠送给孤儿学院的这个小朋友。杨明把这个小朋友拖起来，让他来体会一下空中飞人的感觉。是，应该也是有一些很温馨的场面吧，因为那时候确实也是在 CBA 明星赛的这个比较好的时候吧。王治郅再次出现在 CBA 全明星赛上已经是2007年，虽然期间他经历了治美不归等负面事件，但热爱他的球迷们还是在他重新回到 CBA 后就再次把全明星票王的荣誉送给了他。最后一位则是本次全明星赛的票王，战鼓队来自八一双鹿王治郅。那时候很感谢这些球迷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很多的时候不管是顺利啊逆境啊，都是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吧，包括我们后来能够重返国家队赛场，包括在 CBA 这个舞台上，我们也很珍惜在球场上的时光啊，也谢谢这些球迷们能够一直陪伴我们的青春岁月，陪伴我们的篮球生涯吧。2008年、2009年，连续两届全明星赛，王治郅都拿到了全明星最有价值球员，这也让他成为 CBA 历史上第一位拿到三次全明星最有价值球员的明星。那时候还算年轻吧，对吧？32、33岁，因为这个明星赛嘛，大家都是比较高兴，然后也希望能够把自己最好的面展现出来，对吧？一开始来娱乐成分挺多的，然后来就是想有输赢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权力去打吧什么的，因为我们也比较看重这个输赢吧，毕竟在球场上我们也争取每一场比赛的胜利。随后似乎是知道王治郅留给 CBA 全明星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连续两年王治郅都被选为全明星票王，先后七次全明星票王，大致是 CBA 的第一人。2014年，虽然不舍，但王治郅还是来到了他的最后一届全明星。确实也是吧，确实也是自己最后一届全明星吧。然后也自己也很珍惜，对吧？最后我上来跟挨个跟队员们握手，包括后来跟瑜伽，然后应该放了一个什么片子吧，对吧？对。能够有这种机会表现，但是确实你首先得赢球，对吧？但是后来记得是孙悦吧，他们那时候打得挺好的。毕竟人家也获胜了，然后也一个比较完美的比赛。其实感到时间太快了吧，一晃20年就这么一下过去了。现在呢，在国家青年队U18，当教练，退役以后做了管理层以后，那其实都还是在跟这个球队都是做息息相关的工作。就是我的近况，就是说平时虽然我们脱离了职业篮球这个圈子，但是篮球依然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业余爱好。还能扣篮吗？现在扣篮可以的，还是可以的。